天不见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我可想死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送你花。不用啊，不要饭。抱抱。哎呀，亲爱的，你皮肤怎么又草了呀？是不是最近没好好敷面膜，有点不听话？哎呀，大圣啊，我和你说呀，这东海龙宫里边还没有我老王八，不，老鬼要宰的人啊！想当年龙王小的时候啊，那还没有这个待遇啊。大圣啊，你就不要嫌慢了，我已经很快了。你说这大夜的天儿，这俩人咋跑哪去了？这是。哎呀，你说这俩人咋能跑这儿来了？我说都不知啊。哎，那两个，来过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还在这儿吃饭来。哎呀，那是真能找我个茬玩啊！赶快过来来。啊，吃饭了。和大圣打招呼了，我得回去和大圣打个招呼。回来，打什么招呼？打招呼，太了不起了。饭重要啊！赶快把菜带回来。啊，红烧肉，谁不开饭了？你啊，一天天就是知道吃，都去带回来。那不吃饭你要不是吗？炸里脊。炸里脊也行。再好了，吃什么吃？一天天就是吃。我知道了，看你婶婶，咱俩可以吃月了，吃月。我要去托大圣，西天取经。行了，我都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远的。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出不出月，不是那俩说了算了哈，是远长我说了算。看见没有？不行，我要去月，我要天顶上，阿吉上就在那等着我呢。刚刚还亲亲就抱几个抱。呀，就你还天顶上啊？我的天哪！我这么说吧，就你太那个对象，肯定也是个二货，胡说八道呢。哎呀，这不听他的，我得去托大圣。托大圣？哎呀，我勒个天嘞！大圣不来找你的事儿就不错了，你还托大圣？你托人一早半夜怎么这个地方回来去了？再好了吧？上鬼这个戏，我要去，我都好了，去。出院！哇呀呀呀呀！行，打住！要出院是不是？出院，行，出院。这么样吧，我给恁俩出个问题，小小的问题哈，恁俩如果非能答上来，你们就可以出院了；要是答不上来，就别闹腾了，行不行？能行。你这个智商没问题。我也相信你。哎呀，这行，你说，会答上来就出院哈。回答上了就出院，那俩给我听好了哈。好。刘德华曾经有一首歌叫《望城水》。啊，俺对象就叫刘德华。啊，那对象不是郭富城吗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我就问问恁，就是那杯望城水是谁给他的？是谁给他的？那对象不是刘德华吗？你说。歌吗？还差一分，你计算努力哈。哦，
还就差一分了哈，差一分，我就可以吃月了哈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下面听好了，我再给你出个问题哈。我来，这道题让给我，我来，我要去托大圣，托大圣。你来。哎，行，我先上哈。快点。有了，这不是最近这个电视有个节目是叫什么？爸爸去哪儿吗？哎，问题就是爸爸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这个简单，这个我知道，去哪里呀？我问你，爸爸去哪儿了？去哪里呀？我问你呢，这不是我给你出的题目吗？爸爸去哪儿了？跟我说。你看院长也不太正常了。呀？什么呀？爸爸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去呀。行，就你回答的这个问题啊，我也只能给你18分吧。你等着出院，就等着下大下次吧。院长，你不能这样的，昨天我还给你送礼了，我这。你难不光送给院长了，没送给我？行，我就尿一泡。咦，行我行。行，这不那两个人我给你出的题，这不那答的都不及格，是不是？走，跟我走吧。哎，等会儿，院长。你走什么急啊？你光考俺俩，俺俩也得考考你啊！哈哈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，还想考我了？啊，怎么样？行，俺就出道题考考你，你要是能答出来呢，俺俩就跟你回去；你要答不出来呢，俺俩就去。行，算了。蜻蜓气，叫他好好挑战。挑战。你给我站好了吧，赶快算你。汪峰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不就爱抠歌吗？汪峰，他有首歌叫《把我埋在春天里》，他为什么非得埋春天嘞？他为什么不埋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？为什么呢？在春天，埋在春天。他这原因埋春天呗。院长这个智商也不行吧，也就那样。他们说的他给你打18分，就是他就2分，他还不如我。是不是不对呢吗？他原意，自己原意没春天呗。那照这么说，你爸爸爱上哪上哪了？院长，我给你揭晓一下答案，就我这个智商我都知道。因为他埋在夏天，他不就臭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对呀，就臭了吗？没回答上来吧？出院了！拖拉手！这哪么还门夏天的臭了？哎，我哪么就能上这个答案呢？是吧？哎，说我这哪么就这么凉的神经病把我给拖丢了？你说这是？